听我的，先别着急行吗？他已经嫁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你过去就解决这个问题。朋友哥，我知道，你再等会儿。我怕我自己先，还得看你脸色呀。是看谁脸色的问题。这件衣服它也不好看呀、啊，好不好看你自己说了算呢。那几个服务员都是好看，你还一个劲嫌贵，咋的？我差钱呢？以后跟我出来别这个嘴说，你好像我买不起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是没给你钱呢，还是没给你买衣服？看你穿的这啥？你包呢？都往身上背呀、啊？这是我每个月给你的零花钱，你不花钱包养，咋的呀？都给你的死爹死妈拿过去了？你他妈没完了是吧？你怎么说我爸我妈呢？跟我爸我妈有啥关系啊？我给他们花钱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不化妆不也是为了宝宝好吗？你平时都跟我什么态度啊？行了，不跟你废话了，有你自己。你打车回去吧，跟我找个哥们儿点事儿。那你晚上回来吗？回去回来能干啥？自己睡吧，明天再回来。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？为什么呀？你给我站住！我联系你干嘛呀？有用吗？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？你给我站住！我联系你干嘛呀？有用吗？龙哥，你过去看看呢。兄弟啊，这种事情我过去能干什么？感情都让自己调节了吗？咱们这么说好，你说你去寻找你幸福，可以。哎，这就是你要的幸福。你现在过得开心吗？不用你管，你走吧。是不是说了，你不幸福，你可以回来找我？你回来找我呀！好的坏的都是我自己承担，我不用你管。我心疼你。我心疼你啊，心疼我。我问你，你还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我爸妈呢？他们要的全款房子呢？那一辆50万的汽车，这些你都喜欢吗？你有吗？我知道我没能耐，我买不起你爸妈要那些东西。但是他们不管你自己过得开不开心，他们都不管吗？他们毕竟是我爸妈呀。有时候我也想为我自己活一次，但是我们重新开始行吗？我现在我买了房子了，我现在虽然是贷款的。够了！要是真的喜欢我，真的为我好，要是真的心疼我，就不要再联系我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看见了我会生气啊！我爱他，我知道我狗屁都不是，因为我没能耐，所以才让你过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如果有一天你回来找我，我随时都在这儿等你。回去吧。明天就是